要开始来 ，Hello， 我是菲菲。《斗罗大陆》真人 cos 明星版，之前我们看过明星真人拍摄电视剧版的《斗罗大陆》，第二季来了，而且女主是大家万众瞩目的，赶紧来一起看看吧。这个场景不就是吻别了小五献祭的时候吗？我的爱人，小五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哦，这个场景。这是三哥的本命暗器。接下来交给我吧。三哥，这次就换我来拯救你。还原好不好，真的是那一片的花瓣，还有三哥那个手臂。咱们说第二季你会不期待吗？真的好期待第二季的《斗罗大陆》电视剧版。